真的想课。喂，行了行了。7点了。我去洗澡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郑有权，来自印度尼西亚，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学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我的北京留学生活。在朝阳路定府庄的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门，从这走进了学校大门，看着马路两边排着各种各样、颜色丰富多彩的花，使我的心情从茫茫人海的北京平复下来了。我是个华裔，我的护照虽然是印尼的，但是我的心里是中国心。所以我保证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汉语学透。在课堂里，我周围都是来自各个国家、带着同一个目的的同学们，天天在一起奋斗，为了获取成果而成为了好朋友。看你今天有什么作业呢？这个老师给我们留个作业，就是要背诵一段这个课文。那我要背一下这个。晚了，谁在看电视？大家知道吗？其实我对京剧有感兴趣，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学一学。哦，要不我来试一试。没想到这么难。我给大家唱别的歌吧。什么歌呢？我最近喜欢那个王力宏的《依然爱你》，我给大家唱这个吧，怎么样？好吗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留下岁月的痕迹。我的世界的中心，依然还是你。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。唯一永远不改变，是不停的改变。依然爱你，只是唯一的陪你。我依然珍惜，时时刻刻的幸福。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，因为依然爱你。好了，唱完了，怎么样？你们喜不喜欢？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以后，你们对我的北京留学生活和我的大学有一些了解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，谢谢你们的关注。